山下。宋慧乔嘟嘴卖萌，老公是想蜜月照曝光新婚的宋慧乔和老公宋仲基正在欧洲度蜜月。五日，宋慧乔在 Instagram 上贴出一张自己嘟嘴的黑白照片，虽然宋仲基没入镜，但可想而知他一定是长惊人。这张照片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公视角，加上乔妹手上的婚戒清晰可见，就算整张照片是黑白色调，也充满了甜蜜的幸福氛围。他们的蜜月之旅第一站去了西班牙马德里，有游客捕捉到他们在西班牙街头的身影，虽然只有背影，但宋慧乔紧紧挽着宋仲基，两人在寒冷的天气中相依偎。他们穿搭相当简单，宋仲基以白球鞋配黑袜套和黑裤子，头戴黑色鸭舌帽，宋慧乔则是杏色连帽长外套和侧背大包包。两人低调却仍被大陆游客一眼看出，宋仲基也相当机警，一发现有人拿出手机拍摄就四处转头查看。宋慧乔后来干脆自己放上吃蜜月大餐的照片，她虽未提只字片语，只附上一个唇印符号，却已经完全传达她当下开心的心情。粉丝也呼吁游客不要打扰双宋蜜月，让小两口保有个人隐私空间。